哎呀，这皮怎么这么厚啊？你吃炸鸡剥皮干嘛？这皮太油了，我吃不下去。皮是炸鸡的灵魂好吗？不吃皮吃什么炸鸡啊？不吃都给我，我直接给你撕一块吧。哎，不要，我不爱吃肉，只吃皮。啊？告诉你不吃皮，我不吃肉，以后都能吃双份的啦。哎，干嘛？你不吃蛋黄啊？我不爱吃，噎得慌。怎么会？蛋黄多好吃啊，蛋白一点味都没有，有啥吃的？那你把蛋白给我，我把蛋黄给你，咱俩都能吃喜欢吃的。好。哎，你俩真不嫌麻烦，吃这个无穷农场盐焗鸡蛋，整个蛋都好吃，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，用的都是自家农场生态养殖的鸡蛋，严格遵守无穷 4S 高品质原则。我知道这个，品质高，蛋白质含量足，还是 A 级鲜度，口感满分，吃起来 QQ 弹弹的，可好吃了，是吧？你俩天天搁这吃吃喝喝的，这奥运会要到了，快看看喜欢什么项目，跟着一起运动，还可以带两个补充能量。好嘞，快吃吧，还有这么多呢。这吐司边也太硬了吧，我不吃，我只吃吐司边，吐司芯给你。这鸡翅尖根本不够吃啊，不能把翅根全部换成翅尖吗？咱俩换呢，我只吃翅根。好好啊，那菠萝你们，我喜欢吃芯，我喜欢吃肉。包子我喜欢吃皮，我吃馅。你俩倒是挺互补的。吃太多了，咱们出去走走吧。还在烧奥运，连你也开始运动了，再给两个无穷鸡蛋吧，一起给咱们奥运加油，祝奥运健人们都有无穷好运去比赛。